留下小失误。被关起来了。
遥控安安，感谢。来找狗狗玩。9:30的老是什么意思？9:30是什么梗吗？快速破台，这个没有那么快了。我上一趟是2小时52分，然后我想要拼个2小时30分左右。有点怕摔下去。
这边应该会有一个，过来。然后中间有一个，啊，卡住。它的位置大概会在。这边。没办法这样涂，好不？
歪头灿笑。位置有点失策，这样还要再重新调过来瞧一下。充电。
哎，不对不对，有吧有吧有吧，nice。真理之门。哇，他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他下来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他过得来？有点极限。
怎么卡了一下？救命哦！来得及吗？快快快快快！不行欸，嗯，分三次好了，拿木棍，然后点火，然后再开机关。看两个，哦，其实是可以的，只是要这样子转。先到对面去。不太对，算了，感觉来不及转，应该先转对面那边，然后再回。跑了跑了跑了，
快快快快快！哎，这样子来不及，我点一把火而已，天哪！不管了，我要直接上去。他过来，我就跳下去。我呢？应该是追过了，就在我们上面。那个火不马上用的话，会马上熄灭啊，所以会有点麻烦。快跑，快跑！有了，对，只要拉开关就好。快快快快快！要下来了没？
要供多久？等下一个，哪里不走，偏偏走这里。嗯，不行，只能等他了。刚好就在我们要开的闭关前面，这个没办法，只能等。最难的关卡来了，这个我觉得比最后一关还要难。这样居然跳不上去。戴手套，
拿玉米。下去喽！小孩开大车。
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颗玉米搞不定的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摘一颗。妹妹都还没跑到这里，就出现这个东西了，有点好笑。他自己跑过去了，好吧，其实到车上再捡应该会比较划算，不过算了。捡了就捡了，有点贪那个玉米。他这边是写好可以直接过的。
我拿到一颗，攻击先装上去。你这次稍微留点距离。大概这边。冰冰的，谢谢护理师大大的第16个月续订。没有错，后天我要去参加活动，预告已经剪好了。还差2颗玉米。妹妹跑起来！猫咪，你怎么站到箱子上了？还好没有卡住，这种很像浮空的 bug 都怕它会卡住。哦，可以过了。再来是最难的地方。本座最难关卡。中一颗，再一颗，再一颗，再一颗。就是要等他一下。Nice，然后这边返回重生点，他应该会直接传上去，然后可以直接开车走了。这里。小孩开大车，这个地方应该。应该是打得到哦，荒诞！
飞到前面去，不要让它挡住那个另外一台。没开到这个，轨道要换。先开这边的开关。然后这个拉回去。记得装玉米。然后转向。不是，哎，这边不需要玉米啊。我们等一下要捡那个转轴，所以那个玉米等一下。基本上是会丢掉的。然后这边铁轨应该也要切回去。拿转轴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拿玉米啊！
再装一颗。加油，快到了！快按，快按，快按！是我的玉米啊！剩最后一关了，真理之门要来了。门在哪？门在后面。下一关那个我又没有记清楚，我想一下要怎么。下一关是要干嘛？狼先拉到前组，然后面具拉下来。
狗狗的脚印好像是在最后面最右边那一排。那边其实也蛮难，那个好像会错一个，好像就会来不及。来了来了，真理之门。醒醒啊，猫咪！面具推下来，狼追过去，猫咪站中间，然后面具点左吧。对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Nice， 你不要挡出去。我已经很尽力在跑了，妹妹，你跑快一点好不好？我记得他好像两发就倒。对。大家这边是厨房吗？我想一下，别忘记这边要做什么，爬上去。
啊，不对，拉箱子。有点麻烦的地方。哎，不对，先把它推过去。你不要爬上去。这个拉过来。其实拉这一面不太好。这样我要再换个方向。推上来，加油啊，妹妹！啊，你跳不上去，不是，跳不上去。
你们是狗狗吗？好像是哦。看不到，哎，我看不到，就是现在。谢谢你，妹妹。妹妹，你衣服是白色的，那泡水不就会变得有点透吗？这样没问题吗？而且是水流看起来很湍急，会不会被冲走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开门啦！
蜘蛛逆袭战。我来不及，没事。吃我玉米，其实这边只要一颗就好。这个推过去，轨道换一下，你怎么掉下来了？我错了。右边，在左边，在右边。吃我的玉米能量，
上来，这边要走独木桥。云霄飞车要来喽！趁现在，哎，我按着了呢。那个机器的动画都出来了，搞毛啊！是我跳太慢了吗？这里就该上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时间点差不多啊，为什么刚才又来不及？来到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接下来就让我锁链的眼睛来作为你的对手吧。妹妹怎么下去了？搞毛啊！哎，正常来讲不是应该要跟我一起跳过来吗？我都站上去了呢。啊，这样锁链要重拔哦。不是哎，我。上次玩的时候，明明这样跳过去就过去了，美美也会一起过来。真是搞毛哎、欸！
可能要再站过去一点吗？要斜的不太行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最后一关。差一点点被打到。三道锁链，还有两道。妹妹还走得很悠哉。最后一道了，果然最后还是要靠玉米。Oh.
一十八把九。快点把猫猫叫起来！再来就是看动画，然后等那个最后剪光、剪起光芒那个剪起来之后就结束了。狗狗那边失败太多次了。苏杰安安，戴文安安，可是我又要结束了，恭喜你成为了第二次的收台哥。一天当两次收台哥，其实已经跨日了，今天是十九号了。上一颗不会是我吧？如果戴文没有出现的话，那十九号的收台哥就是苏杰了。戴文已经当过七月十八日的收台哥了。狗狗，必须去某个粪便活动，太累了吧？这么晚了还要玩粪便？这游戏居然看不懂在演什么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懂，还有点半开放式，有些东西没有讲清楚。大家都在拿面具，就大家都被这个很像克苏鲁的东西黑化了。然后那个面具好像是他们能量之类的。反正这群科学家不知道做了什么实验，召唤出这个奇怪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全部都被拖进去。结束，两小时六分。
最后只有妹妹一个人成功逃出来。这游戏就留这趟记录就好了，虽然说中间有一些失误，不过跟上一趟比起来不算大，还算可接受范围。